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叫做生死本空，生死如幻，生死即涅槃。生死本来是空的，你看没有无明，也没有无明尽，没有老死，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根本就没有。这个话呢，说起来可能是比较简单，做起来呀还是有点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说，很多人学的很多佛教的空的道理，这个空的道理学的，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比如说肚子饿的时候，那是肚子空的，但是还是要吃饭。你要是这个生病啊、烦恼啊，你说这个色身嘛是空的嘛，但是你不舒服还是不舒服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佛法的学习啊，它始终还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认知的层面，理性的层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实际的这个体悟的层面。如果没有进入到这个体悟的层面，光是在道理上，道理上有没有用呢？其实当然也是有用的，就是说我们的认知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的改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初的烦恼，确实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一个人，你对感情啊、对事业啊、对家庭啊看得特别重，跟一个人看得比较轻，对他的影响一样不一样啊？肯定是不一样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佛法这个一方面从他告诉我们这个缘起的一些现象啊，它的存在呢是一个就是如梦如幻，一切存在的现象都是一种如梦如幻的存在，这个是。所以佛法对这个现象呢，我经常觉得佛教对世界一些现象的这个认识有两个字用的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精彩。这个两个字是什么字？一个是假字，假，真假的假，还有一个呢就是虚幻的幻，如梦幻泡影，这个两个字用的特别好。这个假，假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它不是没有，也不是真实不变的有。因为它不是没有，它就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落入到断见。我们一般的人要不就是很，要不就是我们世间上的人，我们有两种见，一种就是常见，一种就是断见。常见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永恒的期待，产生一种执着。断见呢，就认为什么都没有。但是佛法它是以缘起来看世界，所以要度常不断。它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它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所有的存在都是一种条件关系的假象，条件关系的假象。所以这个是一方面是要帮助我们认识到它的假有，像这个心经，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讲存在的这个色，它的存在是一个没有什么呢，是一种无自性。所谓无自性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存在是依赖条件的存在，不是它自己的存在，不是它自己。离开条件，其实它没有它自己的。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都是条件决定它的存在，不是它自己决定它自己的存在。所以佛教讲的空，事实上是要否定我们在这个现象上所产生的一种自性见，一种错误的认识，包括我执、法执，所以是要空。空是要空，不是要否定现象，空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否定我们的认识。所以说色不异空，色当下因为没有自性，所以我们所认定的自性它是空的。
但是呢，空不异色，所以这个那，但是空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其实空这个色的存在，这个现象的存在，它本来就是空的，它就是有的，也是空的，所以这就叫空有不二。像《金刚经》里边的那个三乱世，所谓即非是名，它就也是一个说明价。所谓，比如说桌子的存在，即非，哎，桌子的存在是由非桌子决定的，桌子的存在是由一大堆非桌子的条件决定的，哎，那最后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假名安立，叫做桌子。所以桌子的存在，它也只是一个条件关系的假象，哎。那么佛法讲到这个空的这个概念啊，其实呢，它会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是空，还有呢，还有一个层面是什么？空性，空性。这个空呢，主要是要帮助我们去扫除我们的错误的认识。我们扫除了错误的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证到空性。那这个空性呢，它就是一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存在。那这个道理啊，我们说起来好像也容易哈，就是你知道现象都是假的，这个真实的存在，这是真实的真相，世界的真相，这是空性，这个空性要靠什么去体证？什么才能够认识空性？其实就是要有般若智慧。所以我们认识世界的真相是要靠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大智慧。这个大智慧跟这个空性是一个什么关系啊？其实这个大智慧跟这个空性它也是一体的，所以叫它是明和空，明空不二。当你以智慧去证的空性的时候，这个智慧跟空性它就是一体的，这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就是我们只有当我们只有真正的体会到这个空性，体证到这个不生不灭的空性，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生死它是如梦如幻，对这种生死现象，它对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不困扰。所以佛法真正要超越生死，事实上是要取决于你对空性、对觉性的体悟，因为你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一种永恒的生命，那么你自然就能够看清楚生死现象，一切都是变化不定。就像你已经体会，你已经体悟到这种大海的博大，你还会在乎这个波浪的变面吗？就像你已经体悟到，你已经看到了拥有了整个无垠蓝天，你还会在乎这个云彩的变化吗？其实就是这个生命，它就是这样的两个层面，就像云彩和无垠晴空的层面，就像波浪和大海的层面。那体会空性，事实上就是体会到这样一个无垠晴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在这个《心经》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心经》啊，一开头啊，就是讲到了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心经》的整个修行，他提出来是观自在菩萨。为什么用观自在菩萨，用别的菩萨？一开头为什么用了一个观字？其实这个观字呢，它是贯穿着整个心经的修行，也就是其实整个心经的修行，它包含着这个修行的对象到底有哪一些，修行的对象到底有哪一些。这个五蕴，比如说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少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对五蕴做般若正观的观察，般若正观的这种观照。
然后呢，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化，哎，无色声香味触化，就是对十二处做般若智慧的关照。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啊、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是对十八界的观察。然后呢，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就是对十二因缘做这种般若智慧的正观。然后再到无苦集灭道，就是对四谛法门，哎，做般若正观。然后一直到无苦集灭道，然后再到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做这样的一种般若正观的时候，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这个在座的，我们从事心理学界的，我们对这个正念比较熟悉，所谓正念也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而正念呢，事实上是把我们的修行落实到这个四个对象的观察。这个四个对象事实上是身、受、心、法，就对我们的身体，身体，比如对这个身体的这个走路啊、呼吸啊，然后受就是我们身体上的种种感受，苦受、乐受。种种感受的观察，然后心就是我们的各种心念，心念的观察，法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法的观察。那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前面说过的，这个我们的生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最主要是取决于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认识的对象，这个认识的对象呢，我们到底怎么认识？我们的认识会有两个走向，一个是错误的认识，一个是智慧的认识。那么如果是我们平常的人，事实上我们是带着错误的认识，带着我们的一种贪嗔痴的串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是有一个轮回的认知模式，我们会带着我们的这种轮回的认知模式去看世界，然后因为这种轮回的认知模式就会制造了一个轮回的心理模式，然后由这种轮回的心理模式最终就会造就了这种轮回模式，然后在这种轮回模式中，我们又进一步制造这种轮回的认知模式、心理模式和轮回模式。那这种模式呢，我们是通过了不知道通过多少，通过无始以来打造起来的，我们无始以来一直都在打造这样的一种心理模式、认知模式、轮回模式。所以你们想想，这个模式力量强不强啊？这种模式的力量是无比的强大。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需要做的，因为我们不想接受轮回，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改变这样的一种认知模式。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认知模式和心理模式里面走出来，我们只有从认知模式、心理模式里面走出来，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从这个轮回的模式里面走出来。所以现在呢，当我们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我们如何不要进入到认知模式，不要进入到认知模式，不要进入到这种轮回的认知模式。比如说像这个心理学里边有一个心所叫做注意，注意的心理。在佛教里边也有一个类似的心理，叫做着意。着意，这个着意呢是一种警觉，就是警觉。这个警觉这种心理其实很有意思的。当你这种警觉的心理升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心理的选择，会保有一种主动权。也就是当你有高度警觉的状态的时候，你不会进入到任何一种心理状态里。你只是在一种警觉的状态。当你有了这种警觉了之后，然后你把心会从一种习惯里面把它抽回来，保持它自身的一个独立性。然后在你这种独立性的过程中，然后你再来选择自己。所以正知正念，事实上我就是要选择一个正念，一种善的所缘境。比如说把我要选择这种身受心法，我们要有一个对象作为我的观察的对象，然后对这个观察的对象我要保有一种正知，然后带着这个正知，然后来让我的心安住在这个对象上，
然后我需要通过不断的精进，然后让我的这样的一个正念能够持续的安住，持续的安住。在这个持续的安住的过程中，我的心会静下来。当我的心会静下来之后，我的这种正知的力量，这种明觉的力量，它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当这种这种明觉的力量，这种正知的力量不断在加强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生命的这种选择的主动权就会越来越强大。就是我就会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心念。其实我们讲，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这个主导身子？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能主导心念，因为心念就是决定的身子。如果你在你的心念中能够做得了自己的主人，其实你在身子中你也能够做得了自己的主人。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心理的延续跟生命的延续，它本身它是具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因果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它是具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对象，在这个深少心法，它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四种观察的对象，我们如何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对境的时候，我们选择一个对境，能够持续的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对象上，然后通过在这个安住来发展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正知，来发展我们的正知的力量。那事实上，发展我们的正知的力量呢？事实上，这个过程事实上就是平息我们的妄想，同时呢，也让我们的这个心会越来越清净。当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了之后，我们本有的这种智慧的光明，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那这种通过这种觉知的力量再导向这种般若智慧的这个开发，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这个禅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般若心经呢，它讲的这种观照，这个观照事实上就是需要贯穿着，就是对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做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种观察，那我想呢，就是说，当我们在不断的观察的过程中啊，我们才能够，当我们的心越来越空呢，我们才能够我们内在的这种觉知，从这种觉知再到我们内在的这种般若智慧，这种正变知，这种正变知的开启啊。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这种空性，这种空性的美，这种涅槃的美，所以这种涅槃的这种宁静的美，这种空灵的美，就是当我们能够体现到这种美，我们自然也就能够超越生死，因为我们已经真正的体会到生命的无限性，所以我们的生命事实上有希望。有限和无限的这样的两个层面，我们真正的体会到这种生命的无限性，我们自然就可以能够从容自在的去面对生死。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在佛经里边记载，像这个唐朝的时候有很多禅师，你看生死自在，坐脱力丸。当然也有不少人，比如修净土宗啊，他也能够修到这个一直实质，这个生死自在。那像禅宗里边呢，这种生死自在坐脱力丸的现象很多，很多禅师啊，这个他要走就很自在的就走了，他肯定不会有死亡焦虑啊。有的这个就可以坐着走，可能有的就走着走，有的甚至倒立起来走。很多都是可以写一个句子，然后比一扔，然后就走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禅宗公案里面这种案例非常非常的多，因为他能够体会到这种无限的生命，体验到这种空性，同时他对这种生死已经有这种自在的能力、自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像菩萨。他们走的路线是什么呢？就是悲怨无尽，悲怨无尽。这种悲怨无尽呢，就是当他真正体证到空性，那就意味着他真正已经体悟到自己和天地万物是一体的，自己和一切众生是一体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他再发菩提心，再升起广大的菩提心，所以他会不断的去尽未来际的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那么一方面呢，因为他了解到这种生死是如梦如幻，所以呢，他就会面对生死的时候，他会就像换衣服一样，所以他能够做到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一方面他不会去享受这种涅槃的快乐，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不会去执，生死对他来说，他是如梦如幻的，所以他也不会去念着生死。那么这个是菩萨的境界，所以我觉得就是佛法对这个生死问题的认识和生死问题的解决，我觉得他有着他的一套非常究竟的圆满。那么今天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哈，我只是提供了这么一个视角和大家分享一下。